客气。那今天可以看到大家齐聚在这里的话，哇，真的是好开心哦。我们是不是给自己鼓掌一下？再一次的谢谢大家。那我们等一下，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载歌载舞，那样子的那样子的欢喜的话，可以让我们兴奋好久。然后呢，这样子的回忆的话，也是很特别的哈。我记得我们上次去跳这个我们原住民的舞蹈，是还要跑到花莲哦，去找我们徐正慧啊，徐县长。那今天都不用，嗨，小朋友，嗨，哇哦，你看这么可爱啊，是哦。所以呢，今天真的是哦，在我们绿色隧道，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齐聚一堂。那等一下哈，也要邀请大家我们这个台湾咖啡节的话，今年22岁的，那今天啊，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开幕。我们总共有5天2个礼拜哈。那我想说哈，我们也是一样，大家齐聚在这里。那我们今年咖啡节的主题的话，就是齐聚好咖，有96个全国最知名的，包括国外的品牌啊，我们跟我们台湾咖啡跟鱼林，嗨，小朋友，哇，他一点都不害生哈，不怕生。那我们可以一起都齐聚在这里，所以等一下跟他这个挪一下脚步，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哈，共享这个台湾咖啡的芬芳。那也祝福我们这次的活动非常的顺利圆满成功。要记得哦，鱼林县不一样的春夏秋冬，一年12个月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玩，不管我们的山线，不管我们的海线，或者是平原，20个乡镇哦，就像我们家一样。欢迎大家常常回来，谢谢，谢谢苏县长。接下来我们请议员陈议员为我们支持。好，谢谢我们的副主席苏县长，我们的黄人立高人陈秀哈，王春梅哈，我们县长，还有我们的秘书金珍哈，
谢我们华文人地高原的支持，让我们云林县的丰年祭可以来设立。另外呢，也跟大家报告，我们在今明两年度会来寻找一个地方当成是我们云林县的原住民集会所，大家觉得好不好？好，那也感谢大家给我们高地助人团队的支持跟鼓励。那未来如果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拜托大家不吝指教，尽量跟我们说，我们会倾力来相助。那在这边欢迎云林县议员给代表高金树梅立法委员跟大家祝福，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议员高树梅。接下来呢？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泰雅组的，还有赖议员吗？赖议员讲几句话好不好？来，勉励大家。的我们的美丽的感受，然后那还有我们的处长，我们的校长，那代表高金树梅的我们的助理，然后那我们陈浩林议员，那在座有很多的头目，然后很多的各位助理啊，各位我们所有原住民的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有原住民在的地方就是有活力、健康、快乐的地方啊。每一次我来到我们的会场哈，都可以让我感受到这种欢乐的气氛，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啦哈。那我每次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是非常开心，而且也可以让我开心好多天啦哈。那针对我们原住民，我们所有的经费的部分哈，我们也都是一直有在站在我们来支持哈，然后也来帮忙的立场，所以在审预算的时候，预算费删掉了，那我们把它救回来哈。那今年也补助了很多，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补助了30万了哈，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原住民的那个我们的所有丰年祭可以办得更好、更澎湃了哈。那以后有任何需要到我们民代表来支持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在地的哈，现在今天有很多也是在地的好朋友，有3000多位了哈。那需要我们这个地方也不吝来给我们知道了哈。那我也要在这边预告一下，就是在明天早上10月27号早上7点半，我们在斗六棒球场也办了一场为公益而走的一个全国公益日办的这个活动，有一个健行活动，还有一个圆游会的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因为被结合救国团有一个志工表演的大会啦哈，欢迎大家明天早上7点半在棒球场有一个为儿童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祝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谢谢。谢谢我们的赖议员，谢谢你。现在呢还有长官吗？校长需要支持吗？我校长的两句。我知道了。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那个太阳组，我们的太阳组妈妈你们到现场，谢谢你们，谢谢。进入我们的那个第一组，我们到我们大号，第一组我们的现场，我们到我们现场里面哈，所以说留在现场来接受我们的礼。大家谢谢上来，谢谢我们太阳组的你们的那个大使，到今天都没有给我们。
县长嘛。那今年呢，因为那个理事长的邀请，换我从花莲搬三月来到我们的云林县参加我们的那个联合公园祭。啊，我是从花莲来的，而且是在花莲最南端的乡镇，我从花莲县的丰滨乡来到我们的云林县的古坑。太阳组的开场舞完毕，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跳大会舞，包含我们的长官以及我们的来宾，一一的到现场来哈，我们跳那个大会舞。
对，谢谢你。
哎，你管这些啊？现在潘掌柜有啊，讲完了，有啊，讲完了，我有拿到他的照片，有啊，我这个朋友，可以，我们迎接最美丽的一千一百，还有在座我们所有原住民的好朋友们，还有包括我旁边我们的后面的议员，包括村上颖议员，还有各位何理事长、曹理事长，还有可爱的曹理事长，各位哥哥姐姐妹妹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开心哦，可以来参加我们云林县原住民哦所办的这个丰年祭。那看到大家都穿到自己哦，真的特殊的这个民族的衣服哦，觉得哦非常的欢乐。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我们的民政处哦，肖处长哦，很用心的啊在办理这一次的活动，包括我们的立山县长也非常的重视。我们是不是先给我们立山县长一个掌声？今天就领金呢，阿妈就领金哈，非常重视我们原住民在我们云林的生活。那我跟大家报告，这一次的退回总预算呢，真的是哦，为我们这个原住民哦的权益在打拼，我们的进法补偿哦，包括我们农民公粮收购价格提高5块，还有我们全民哦看病的权益哦，这个健保点值增加0.95，全部加起来。捍卫我们全国同胞的这样子的权益哦，希望我们所有原住民的好同胞们哦，可以感受到哦，我们国民党团哦，配合这个我们高金委员哦，全力的在为大家争取。那我相信呢，依法编列哦，真的是我们要极力争取。所以到时候有需要的，希望我们所有哦，云林县的原住民好朋友们一起来台北声援我们，好不好？那我在这里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也祝福大家今天的丰年祭都能够收获满满，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呢，我们颁奖，我们要到底下来这边哈，真的要请。单位为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些奖状哈，也很感谢你们来参与参加这花莲的所有。首先呢，我们感谢我们花莲县原乡多元文化关怀协会哈，麻烦你派一个代表来跟我们县长这边来领个奖，来谢谢。接下来。海福隆多元文化艺术团，
请再拍一分再一秒。对，麻烦你们，还不容，还不容。啊，对。再拍你们香，莲香，莲香。来来，照个相。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哪里的？来，来，海龙多元化团，麻烦你。来，我们给他们掌声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个表演团体，来，谢谢。接下来我们六星阿米，是什么？阿米蒂尔，比较不会翻哈。阿米蒂尔舞团，麻烦你们拜代表过来来领奖，来，谢谢。阿米蒂尔的阿米蒂尔舞团，接下来我们欢迎台湾原住民族奇莱雅文化推展协会，请派一位代表前来领奖。给你去摆掉。接下来，马黎博沙乐舞艺术团，请派员上台领奖。对，我列出来的，麻烦你们到我们的那里前面，因为我们的县长呢，要赶场哈，所以那我们就一次哈，接下来是湖北大人物音乐教室，请派员上台领奖。来，海洋文化表演艺术团。有唱名的，有唱名的，麻烦你们，麻烦用黄工程行，对，一整人一起的。接下来，阳光小强创意，念到名的，唱到名的，桃园市代表龟山协进会大丹部落，我们要赶场。接下来是红蚂蚁文化艺术团，接下来是虎尾吉奇之类舞团。接下来是乌麻阳光舞蹈团，接下来是南投竹山原住民生活教育协会，请大家派员上台领奖，我们一次一次领号。我们的不一定是一定要让油价，然后刚才有唱名的，麻烦你们等一下我们再来换，好不好？因为那个县长在赶时间，哦，大家配合一下，谢谢。好，来推一个，来推一个，因为我们的县长赶时间呢，要到隔壁哈。来，好了吗？哦，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我再麻烦县长啊，不好意思，来，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县长，谢谢立委，谢谢议员，谢谢你们的莅临。谢谢我们的县长啊，因为我们县长在百忙当中。收获来我们的现场哈，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给大家，我们给我们现场掌声一下好不好？因为他要到我们这个咖啡广场那边哈，来给他掌声一下，来，谢谢大家掌声，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原住民舞团准备，那我们现场都。
林县的原住民就在五里社隧道举办一年一度的年头公民祭。那看到有这么多的原住民，不分他们任何的一个族群啊，通通团结一致，共同啊一起来庆祝啊这个公民祭属于他们的这个节日，属于他们的季节。那云林县有超过3000人的这个原住民那我想未来啊，对于他们本身的选举权以及他们权益跟福利呢，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选举自由权他们可以来表达了那当然呢，最近在我们立法院看到对于我们原住民本身禁法的一个补偿虽然三度通过已经有法律有规范，但是呢，行政院还不编列预算。那我听到他们有一些抱怨，甚至呢大家忽略了原住民，以为他是少数民族。但是我想，在我们台湾任何一个族群，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原住民，我们更要来重视他们，因为呢，整个开疆辟土，我想原住民可以说是陆立有功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本身的权利。那对于呢原住民所有土地以及族群，还有他们未来的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我们都要不遗余力来协助。那云林县有专门的自治事业以及我们客家及原住民科针对他们所提出来任何问题，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科别可以为他们解惑，为他们来解答所以我想，我们云林县政府的民政处就是我们原住民的家大家不用客气，有任何事情我们绝对敞开心胸，非常热情来支持我们所有的原住民。